今天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挺开心的嘛，然后今天也会有舞台，然后每一次的舞台包括红毯的一些造型啊其实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每天都是在玩一些新鲜的花样这样子。我觉得可能头发吧，头发有稍微弄一下今天。哎，今天还真没有，因为咱们这个现场还没有外面那么冷，因为在室内嘛。对，2019年，希望能够睡得更好一点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吃的白白胖胖，然后身体健康这种。因为歌手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音乐嘛，自己的作品。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到舞台，因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东西。压力最大的时候啊，压力最大就是起不来床的时候吧，就是很困，然后起不来床，是压力比较大。你就想着现场有这么多 icon 在等你，那你就得爬起来，是不是？